的回复力到底是否能够通关，没关系，第六关他也反正也没有回复力了。十五回合没有最快速度能过去就对了哈。哦，总之就四四四了，好不好？四四四牌就对了。失误没关系，八比人记得至少转三排，好吧，转三排它会给你很舒服的感觉。哦，基本上这样切开会有个小小的问题，就是可能切的不是你要的那个角度。不过无所谓，因为我是要保持台面上都是暗珠啊。哦，当然相信各位观众跟我一样对，我应该回合数还会应该叫比我少才对。哦，因为百姓用的队伍通常就是。那这个就不用了，不用考虑，那个大炮就没办法轰了。哦，不要问我为什么巴比伦都不连在一起，有不一定要连在一起吗？应该没有吧？好，那就好。用短短的四格有没有做出一波带走，就知道这个一个专业的实况组的威力是怎么样的呈现的一个方式。好，好，专业的实况组的巴比伦是如何呈现他的威力。哦，当你手中有个好队伍哦，怎么打都是。我不是要偷回合吗？啊，忘记了，没关系。重要，就是，其实不太建议这么做了，因为有点危险。不过没关系，以我们的技术，我们是可以做一个克服的动作。嗯，小心撞到啊，这是重点。龙哥。龙科龙科固定的位置转化为光伏石。生命力越低，连击次数越多。到底龙科开的是对的还是错的呢？好了，100%是错的。不要做直牌，记得。姐姐，你莫下去，悠悠。Goody goody。这时候可以用力吹它，所以要控制你的攻击力道是非常重要。接下来他应该会给我一个痛快，哦，那看看我是不是可以先给他一个输，到底是他痛快还是我输？
他痛快还是我舒服嘞？哦啦啦 ，K， 哦，谢谢，谢谢各位观众，不好意思，抱歉，让你们失望。我知道很多人准备看他几局，哦，差一点点，好吧，好吧，我们看一下几位了啊。应该是目前来讲，我应该是可以排在前面的。我想问题应该不是太大。不过因为我刚龙科开的那个时间点不太对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工作超级。你笑了，那个鸡巴姐，居然跑到我的前面去，回数跟我一模一样，干得好，干得好！尤其他居然还是用龙傲，还是用龙傲，非常好，我就喜欢这样，好不好？哎，这样实况今天会不会太快了？